他就问说你什么时候要跟徐占元和解？我今天已经阻止过他不要问这题，因为 你很喜欢讲体育，动不动就什么 LeBron 啦、Curry 、哦、而且都是跨到本台的线哦，好不好？我认识的都是那种比较早期的，高速玛利亚，我不知道我有小泽远，但是我老实讲，我是从听 Podcast 知道中子通、啊，对对对，我之前你不要以为你那么有名，好不好？在那个全国热爱棒球的各位球迷朋友，各位手机、电脑前的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无聊案内所邀请到重量级来宾，资深棒球主播蔡明丽，外号团长的他，凭借着幽默风趣又不失沉稳的播报风格，吸引了许多粉丝。今年名句更是让人津津乐道。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团长与中指通这两位最跳痛的跨界组合，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吧 ？Let's go！大家好，我是中子通，我是周董，我是可爱的中继投手。欸、是不是这样开场？等一下，问正经。哎、欸，我这边很久哎、欸，有点。大家好，我是中子通。顺序应该一般是这样，没有错吧？对，没错。好、啊，正经，正经，正经的，好不好？我是以正经见长的，好不好？你这一段会被放在开头？哦、没有，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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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正经的，正经的。好、哦，各位观众，特别是热爱爱情动作片的广大铁粉，欢迎您透过中指通频道收看第一届中指杯经典指力大赛。我是今天的主播团长蔡明丽，在我身边的是负责讲评的是江湖上人称此生不是中指通，你家马桶不会通的中指通先生，通哥你好。有点想退休了。年代不是周继龙有要求我一定要用什么平常我开场的我平常开场就是这样开场啊、欸、很棒哎、欸、第一次在现场听到明丽哥你那一段是什么真的拼了那个马桶不会通那一段但是我是什麼那个童哥你还没跟广大的那个爱情动作片的铁粉问好大家好我是钟子通我本来想要冷静的回应但是完全没我开玩笑死我本来就会想说哎、欸那个其实我也是看蛮多球的球品只是看的球不太一样是是是没办法那其他两位伙伴有没有问题大家好我是中继投手芝芝不是应该我先吗对对好像一般是周董先对不对那已经乱了没大家好我是周董那可是我那个通哥我先有一件事我要小小抗议一下为什么没有准备我的面具我难道是不需要保护的那个你知道其实有吗你用过了我不要哦不是你要吗你要这个吗而且为什么我不是叫主播甲呢我的那个形象不用保护吗听到你的声音谁不知道是你啊对我现在就讲说为什么没有变身呢没有、這個、还是待会后置会处理变身不会不会其实我有准备面具真的、啊、真的假的真的啊开玩笑我专业的准备这个骑小孩这个时候带来美女哥何你知道在河滨道路、哦、你在河滨骑车对真的一来我把整个就乱掉了对那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棒球主播团长蔡明丽、欸、大家好我是团长蔡明丽是 真人就是我频道这个时候观众看到这边应该已经不少人已经关了因为跟他们不是因为跟他们想象的明丽不因为他们期待的明理不是这个明理我知道我最近才发觉明理真的有好多明理對在职政我不知道我甚至于最近才发觉花莲有一个小学叫明理国小哦真的哦对对对 对而且里面有我的铜像这样在校门口真的假的铜像以后我捐钱就会有但是真的叫花莲有一个叫明理国小我是讲真的、哦、我也是Google 才知道名利，但我知道你要想讲哪一个名利了，我知道，那个名利比我有名很多了，我知道。说到团长这个外号，其实我后来在找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团长一开始不是一个正面的词。哦，是这样子哦，不是因为他说震惊的，对，不是因为他团长，他好像是一开始在说四行仓库那个，不是不是不是、哦、不是、哦、不是，他们好像是说，因为你一开始在报那个国际赛的时候、嗯，因为你的立场都是很偏颇的，在中华队这边。等一下，我要讲国际赛的时候不偏颇，要怎么活？对，我也在想说，
国际赛难道我在报中华队对日本的时候，然后说日本这球打得好啊？我可能会啦，啊、可是团长这样的话可能会被拖出去打。韩国队打我们一直安打，我还要说 Blackpink 耶耶耶，快说耶，上来！对啊，这应该会出事啊，这应该会出事、這個，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说，团长应该是来自于那个时候就会讲爱国主播或是。所以到底是什么团？其实应该没有找不到打义和团吗？应该是义和团啊，义和团不错啦，义和团好歹是爱国的、啊，对，刀什么刀枪，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嘛、啊。对对对这，这种问题就所以后来变团长，团长是觉得团长这个名字还蛮、哦，我跟你讲，比以前大部分都会叫什么蔡主播啊什么，对，现在路上都是叫团长，对啊，那我觉得还蛮亲切的，但是有点困扰，因为有些人发音没有很正确，听起来会像馆长。所以有些，譬如说，假设你知道团长旁边这个阿尚不知道啊，馆长哎、欸，对，那团长啊、哎，上面馆长，行行在查字，那刚刚喜欢不赶快？但我还蛮喜欢的啦，就说不管是义和团，我蛮 OK 的。可是我以前这我这边要趁你是专门黑我的，我知道啦，我这个时候趁现在跟镜头这边澄清一下，因为我以前都因为我在棒球版就是混乱邪恶，啊，我就会酸团长是推进成族。还有橡皮龙骨这些，对。那你今天要跟团长，我要跟你道歉，深深鞠躬。尤其是推进成组，我讲了好几次。推进成组，大家后来才会发觉，尤其这是大比赛、国际赛的真谛啊！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就说套一句通哥常讲，就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哦，嗯，好不好？战术上的东西还是要对啊，都不能推进输就很欧啊，这实用很重要。所以我是忍辱负重啦，在推广这个东西。虽然像你这种就一直黑我，没有，我也只能默默承受。没有，因为我在棒球版就是我就是酸啊，而且就是像我之前最喜欢的就是酸那个最近啊，王柏荣 啊 ，OK， 对，而且可是最近。就酸到后来，因为我以前都酸王建民，嗯，对，然后因为王建民的话，他就是生涯有起有落嘛，啊，他在起的时候你酸他，就会觉得有一种在诅咒他那种感觉， 啊可是他在落的时候，你就会说，啊，看我酸对了嘛，这样。可是王柏荣现在就是，可是我跟你讲，你手不要有生活，我跟你讲，我今天会来这一个通告，我也是要代表体育联合工会向。你们节目提出最大的抗议，因为你很喜欢讲体育，动不动就什么 LeBron 啊 Curry 啊、哦，而且都跨到本台的线哦，好不好？啊，哦，对哦，对不对？就是你很喜欢动不动就是拿体育来比喻，对不对？不管是怎么，反正你都可以讲到网球，那只是比喻啊。对。所以我要代表那个体育形象联合工会来跟你体育形象是正面的，我都只有夸赞的时候才连接，哪有啦，没有夸赞的时候才连接在一起，真的真的。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听，我看了好多集，还有那个 podcast 美酒，你动不动就会给我扯到体育的，好不好？在这边请你有所节制，不是。我要给大家一个鲜明的那个啊，鲜明的譬喻，对对对啊，好了，那个。我想说用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体育明星的话大家会比较有这样可以算是体育的推广啊。对，好吧，我也是在也是啦也是啦，对，我 也是我也是，就像我 Podcast 我就埋伏在社会文化类，我从头到尾没有选过体育哦，真的哦，对对对，我一开始就摆在社会文化类，我想体育类可怜啊。可是你之前你 Podcast 不是有讲过那个啦啦队的事情吗？哎、欸，都有都有，我其实我都有讲，我还有讲一些人文关怀的这个外籍移工什么，其实我蛮多元化的。但是我是先忍辱负重，潜伏在社会文化类，跟那些节目在一起。但是我也会像你一样，我偷偷推广一点那个，反正他们听的话发觉怎么都还是在讲棒球，就上当这样。没有跟。团长讲话就会忍不住就会讲到棒球话题啊！啊，真那真是算是对不起大家。我这边一定，那我这边就是先还是要回归节目的初衷。我对直接跳第九题哦，前面八题我有准备。我还说那个，就是团长竟然会注意到这个频道，那应该就是说团长平常也有在看片吗？看片一定有，但是我老实讲，我是从听 podcast。知道中子通、啊、对对对，我之前你不要以为你那么有名好不好，在那个我是听 podcast 的，然后我跟我年轻同事分享说哦，他说有影片我才去看影片，
对，所以我基本上是追你的 podcast 为主，然后也是为了周董跟中继投手，你只占三分之一，谢谢。这跟我预期完全不一样。真的吗？我老实讲，我之前应该有人应该还是跟我一样，我之前不知道 YouTube 有类似你们这样的服务。没有，你没搜寻过相关的东西。对，我甚至不知道，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番号的是什么，用意是什么，就是要实际生活上要怎么用。但是因为我自从开始这个 podcast 的节目之后，我就去看你的影片嘛，对不对？然后你也知道演算法，接下来就全部给我丢掉了。所以我现在在家里，你的 YouTube 都不敢开给小孩看。我没有小孩，但是我太太在旁边，我都这样。所以团长，你是中子通的受害者。对，而且我才发觉，原来你们这个产业也算是算红海，很多人在竞争呢。哦，对、啊，而且还有人翻你们的节目，好夸张哦，我都吓掉、哦。那个我不太在意，直接盗用那个，对，直接盗用，直接盗用什么？中子通又发片了，然后底下后面全部都是一样，然后当然有你们的这个、啊、你们的那个铁卫军，还有你们的1450会去电他。那我们没有钱请1450，就是天丁跟小黑，他们就是养了一堆小账号这样。哦、但是我讲其实感动的，我讲我今天我就有带来，我有做功课。底下真的很多人就骂他，而且看的人也很少，就他们知道这是山寨的，嗯，哦，就感好感人哦。你们先跟大家，不是他们啊，不是他们在骂啊，不是他们，没有他们骂那个盗你的，对啊，我那些是野生的观众，真的，哇，你分那么清楚哦，我没有，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啊？我没有养小哦，好了好了，他们都说我养小，对，所以我是真的是听 podcast， 然后。YouTube 我是因为我都开车，我是听的啦。那因为反正你讲的也蛮好笑，我就听一听这样。只是我会想说，哇，这个有这个服务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有这个需求啊。哎、欸，那一定有的啊。啊，我想说没有就太假了啦，对不对？这个台湾就是 gay 森啊。对啊，台湾就是 gay 森啊，就是明明就是需要有这种性产业啦，或者是一些情色的，但是就假装好像啊它不存在，不需要就这样。好，那所以团长这个也可以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没有，我觉得台湾这样，其实我就觉得很假先啦、嗯、总之，我就觉得很假先啦。好，那团长这个时候就想要问一下，哎哎，你有喜欢的女优吗？哦，你对那种比较元祖时代的啊，我认识的都是那种比较早期的，高速玛丽亚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有小泽远。其实我在此之前，我对名字能记得大概也都跟一般人差不多，差不多什么波多野啦，对对对，这种很有名。但我有去查了一下，我后来发觉什么朝纲石岭，这个你知道吗？很久以前的，这个有够久。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就想问通哥一个问题，我可以问你问题吗？对，是早期拍的人比较少，对，现在比较蓬勃，拍的人比较多，还是说我讲的这些什么？朝纲石岭啊，什么朝荷兰啊，美竹良子啊，川岛合金石，这是大咖的，所以他们拍的片比较多。现在投入到这个产业的人是一定比较多，哦，有比较多，而且以前刚好，早期 AV 跟泡沫经济那个时候有重叠的时候，嗯、那个时候 AV 女优领到的酬劳是真的是非常夸张的 高，就是。嗯，你要买车买房绝对都不是问题。那现在的话可能就因为投入这个产业的年轻女生越来越多了，所以其实还能创造出这么大产值的就只有那种金字塔顶端的那一群专属女优才有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OK OK， 这点像是之前那个有一个熟女女优那个白石茉莉奈，她就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上面，我点头但我不知道是谁了。嗯，好，推荐，因为名字，像你节目里常讲好多名字，我想我不像我这样的那个免费仔应该很多了，就其实不太去记名字的。你觉得比例上？我觉得还好，因为像 YouTube 的话，都会有那种很热心的网友，他就是比较狂，把那个提到的名字全都整理起来。OK OK， 我以前会整理，后来就觉得说，哎、欸，网友这样子这么热心也是一件好事。像你节目里一直讲的两个人，是他的最喜欢的两个叫什么？啊，田中宁宁，对，跟安宰拉拉。坦白讲，这是两个名字，但我脑海里没有还是记不得。对，可能浮出来是大雄跟什么小林达亮。真的可以去，团长真的可以去搜寻。那松岛枫你总知道吧？松岛枫超知道，对啊，对啊，知道啊。所以我比较知道这种比较很有名的啦，比较早期。就是因为这个，他团长刚刚讲到那些，其实都是已经那种在
历史上等于说会留下，大概就像王建民啊、王伯龙那样。你看，你又来了，你看我讲，我刚才有些警告。就像陈金峰那种历史神兽的等级，陈金峰三刀峰，对对，差不多就已经要把那个，差不多就已经是在上次龙象大战的时候的事情了。对啊，这啊比较新的啊、麻生希。这我有特别去查名字。哇、哦哦，这个可是麻生希后来的，后来好像就什么、啊，我有看那个剑大写说很要精神什么什么。对，因为他有卷入蛮多毒品啊、毒品那一类的案子，所以就是我觉得算是蛮可惜，因为他外形算是其实是很好看的。啊、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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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位女优是这个答案，我这样回答满意吗？没有，这个是我觉得算比较古早新的，我比较没有太去记名字。我觉得算是蛮符合我对馆长的想象。嗯，对。就大概就是团长或馆长啊，我你看，我就口齿不清了。对，今天特别来宾到底是誰？对啊，就是比较早期，因为我五年级生嘛，所以看大概都是像刚才中机头讲那个很有名的叫什么啊，范岛爱什么，就是那一代的啦。那时候比较就是我们这一个世代的人比较应该比较清楚这样子。对，那、接下来又是一个比较偏我们这个风格的东西，就是。想要问一下团长说，团长也因为在做体育播报的东西去过不少地方，那团长有没有去过飞田新地，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就是或是去美国的时候会不会去那种 street club 之类的地方？团长竟然知道飞田新地、欸、我还知道大阪好像不止一个新地，有三个新地，对对不对？没错，这都是这都是从 podcast 自己跳进去，这都是从 podcast 里面听来的。松岛啊，什么乱七啊，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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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其实出差都是好像没有到国外出差过，我都没有，我们都是在国内收讯去玩呢。我啊玩玩就是玩，我最喜欢就是日本，我几乎都是去日本为主。我也是。对对对，但是我去没有去那个啦，我只有听，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些新地啊什么。对对对对，团长若需要泡泡浴什么我都没有了。团长若需要这方面的资讯、哦，我会跟你私讯，你可以介绍。你再私讯我就好。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些蛮进步的，就是他们有一些交易的场所现在也都结合 APP 啊什么。我也是听 Parkers 的那一些银棍告诉我的、哦、不包括我吗？没有没有，你没有讲，对不起，你这个算是良民听的啦、啊、我这比较初阶入门。是是是 是, 是, 是。那这样的话我要跳走了、哦、我要跳到比较正常的东西了。对，就是只要正常你讲团长基本上不算是正规的传播。我还猜你小时候不是正派没有啊混乱邪恶只有宗教链而已、啊哦、不是正、啊、你说对不起。对，就是说团长在主播里面因为不是正规传播体系出身嘛、啊、因为是可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说当初是怎么样想要加入播报员这个行列的。其实大部分我后来发现大部分都不是人、欸、至少一半以上应该都不是所谓的本科系、欸、也没有拿这个、啊、那个大传系在教播球的、啊、所以大部分都是有兴趣这样的比较多、嗯、我也是啦、嗯、所以我觉得会做这个行业然后做的久了应该就是早期他应该就是个球迷或者是运动迷然后有这个机会进来、嗯、那我们这个行业像我们公司来讲体育台来讲有分新闻跟球赛转播。对、嗯、球赛转播的人流动率就很低了，因为就是讲好听一点就是、啊、你可以看球动动嘴巴、嗯、就好像人家以为你只要看爱情动作片就可以很开心的过日子，动动嘴巴。就其实我了解你的苦并没有、啊、对对对，那我们其实因为喜欢这个球赛的人，那如果做到这个工作通常只会跳槽了。那当然也有人转业什么、嗯、但比例就比较低。那我当然也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就是从小喜欢看球赛这样子。因为这个东西我其实会问是因为像没有做本科系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最多大概就是像我们中文系啊。嗯，我们都做不了跟本科系。对，我知道你节目里也常诋毁中文系。没有没有一次没有放过。我们诋毁我们自己。对，我应该是自嘲啊。周董也是中文系吗？不是不是，他不是周董，他是他别，他说他不会有任何感觉，没有好不好？这边就想要问一下說，说如果年轻朋友想要加入这个，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在看，就是关于这种棒球，你不会有寄过履历来吧？我有，真的还是假的？没上。你寄没有吧？我听你的节目，你是寄别的单位？没有没有没有，我寄很多，我寄很多。未来有寄吗？我有。
尴尬咯。那应征什么？我就是体育武打片演员。我们没征这个、啊、我是体育记者。哦，真的哦，那可能不是我看了、啊、体育记者就不是我，不一定是我看，对不对？我是忘记这份履历，我是主播的小头目，体育记者是有另外一群人在处理，你不要在那边想说。团长，他现在记的话还有机会吗？大头照用这一张吧，可以吗？哦，真的，你有寄过回来哦？对，我有听你有去。节目里有讲说你有中信啊，我有去寄过中信兄弟的行销啊，没有，我、哦、真的很高兴，真的。不然你想出来的周边商品都不能卖啊！我找来的开球来宾后面事后都会被那个事后都会跟你找来都得隔离啊，对，都会跟防都会跟防眼那一支片一样、哦、出事啊！你那你因为像那个、嗯、我也有应征过那个中华职棒他开的那些赛务，就是很他开过蛮多职缺的，可是后来有一些都没有那个，就是薪水，因为你良民证申请不过、啊，不是啦，薪水太低啦。那有一些那个，他有一些职务真的就是哇，那个真的，如果要两万出头的那种，对，真的那个就比较夸张。所以你刚才想问说，给要这个对啊，就是这怎么像是节目结束前要问的问题？哎、欸，是吗？我们本来就是这种路线，跳来就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哈，这个答案我如果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回答，可能都不一样。前面可能都很自私啊，什么要有梦想啊，对体育要有热情啊。现在我会想说，其实根本不用，因为你现在都有自媒体。你假设你要、哦，就是现在主播已经满街都是，根本没什么了不起。嗯嗯那你假设你喜欢体育。基本上你有一只手机，你就自己开个 YouTube 或者录个 Podcast， 你就可以当主播，你就可以侃侃而谈、嗯坦白讲没有什么必要说一定要进到我们这种所谓的传统媒体，电视台对，根本完全没有需要，反而你比较能大展拳脚，或者就像你们这样组一个小团队，如果可以的话，但是我觉得应该难。好，下一集开始我们就来聊千万不要体育很可怜，体育很冷门，不要再吃别人的饭，体育真的很冷门，千万不要、欸、没有不要害人家。这我讲过蛮多次，我其实在开 YouTube 之前、嗯、我其实有想过的要开的是格斗台啊，有我有听、就是、对，我知道你喜欢格斗、嗯、色情台之前我原本想要开的是格斗台，后来我发现说讲、哦、格斗都好厉害、哦、那订阅跟看的人多吗？讲格斗的其实不错哎、欸，就讲那个 UFC 的，他们我记得有一个十几万订阅哦，那、嗯、对啊，那个也是蛮不错的，跟你比差很多了、啊，你的零头，就这个还是比较受欢迎一点，人家可能人之可能不喜欢打架，但是一定都喜欢打XX, 對，是啦，对，因为像我之前这算闲聊啊，因为像我之前有想说哦，我也想。爆看球赛这样子，可能那时候就有我有一个学弟，他的口条很好，然后他就是有去那种广播节目去爆过，然后可是连他后来也是没有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啊、我就觉得说连他都没有继续下去，欸、那我觉得是机缘巧合啦。嗯、所以如果好啦，如果说还是要我给这方面的建议，不要做自媒体，要进某一个公司、欸、做我们相关行业。其实我觉得相关产业。只要进来就好，先进来。譬如说，像以前电视台，那你先进所谓以前像报社或电子报，嗯啊、或者是球团，因为你至少会跟我们这一些人会有一些认识。那因为我有些时候我们开工作职缺也不一定都会内转这样子。对对对，通常都是用介绍的，或者是、嗯、对对对，所以这样算实用了这个建议，就先进来再先进这个行业再说，这样蛮实用的，蛮实用的。Okay. 你永远进不去。我去看看那个履历还在不在应该是不在很久以前投的、哦、很久以前投对啊 OK OK 哦你终于要看题目了是不是对我现在要看、哦那这样比较想要问一下说团长你在比赛你是例如说你在一场比赛之前、嗯、你要做一些你要做准备工作有多少事前准备这样子、啊 okay、还是你就是也是跟我一样就Let's go 我跟你讲其实哦我讲一个通哥就会感觉到深刻的那种感受像你这样最难啊
就是就好像 Podcast 他这样是旁边的人最难，你们很辛苦，你们很辛苦，对，但是他就要常常去补充这个上山下海乱七八糟的尝试，就好像 Podcast 的节目，因为我算是很研究的，那种闲聊类的节目其实最难做，哦，这而且他们都是假装闲聊，其实根本有些资料准备一大堆，他只是表现出来那个样子，所以我也看过很多年轻朋友他做 Podcast 大学生就说啊，我们这就是尤其片头就强调说我们就是讲干话，什么录几集他们在节目里忏悔我讲不了干话，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他们就说哦，其实讲干话很难呢，讲干话每天要讲笑很难呢，面对我们可能还是准备一个什么主题，就是这样，嗯，真的我这样有没有讲到你的一个心坎里你可以在他们两个面前那个扬眉吐气真的，其实讲干话讲到后来就会觉得有一点弹性疲乏的感觉。但是我想讲，我还是有准备啦。可是我觉得现在齁跟过去的转播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哦，对。而且就是说，像现在就是，比如说比赛当中，假设比如说中继投手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记录，以前你可能要上网查，或者你以前还甚至于纸本的资料，或者你得靠记忆。现在不用，现在我们跟相关单位都有通讯，就会有记者开始脸书就问说，请问一下这个记录是不是破了，所以很快手机就来了，嗯，那包括比赛中比赛前其实现在的数据都很好查，那另外就是你怎么查电视机前面有成千上万的球迷，他怎么查都比你快，真的，所以你要那边要跟他卖弄，就好像也有人喜欢在你面前卖弄，没有他对，欸，有没有一定有有，对啊，很多人就是喜欢挑战，所以我这几年我的路线就是基本上我就陪你们看球了，哦，就是我就是一个服务业，我也不用想说我要教你什么多深刻的什么什么，不用了，现在都不需要了，对，那这样的话团长你在搭档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跟谁搭档是最舒服的，但明理还是要找明理啦可以那个太舒服了，没有啦，鬼头明理啊，声优啊，你想到谁？我一时语塞，对不起。我那个明理什么那个字到底怎么念？丑，好像好几个读音，对不对？OK，OK，OK。对，我也是想要跟他搭档吗？很难搭哦，他很难哦。没有，他搜寻都抢在我前面，我很不爽。对，明理，对，就我就说这几观众会很气啊，就是说他怎么是这个明理？怎么是这个明理？我骗我，我毕生的执事就是说输入明理，我是第一，你是第一。现在他前十页都是他。对。不然就是鬼头明理，鬼头明理，对不对？鬼灭，不然我就蔡明，后面蔡明亮，就很累，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人还是要有一个那个斗志，这样。就是我要变成那个搜寻榜上 SEO 最强，对。但是恐怕都是要发生坏的事情，应该就很容易去变成。就是目前热度第一，永远是发生坏事的。对，所以还是算了啦。搭档哦，你说我想，其实我觉得都不错啦。都不错，但是我觉得球评也好或来宾也好，就是就像那个警察讲，我觉得他不好，不够好，他应该要先想好梗。我觉得来宾或球评都要想好梗，然后先带枪过来，是不是？就是不是他在录的过程一定要拉滑套，ASM 拉滑套，这样吗？对，一定要拉滑套的声音。其实我因为我搭配的球评这么多年很多人啦，对啊，其实我有时候我会最高兴的是他们能讲出观众听了觉得哎蛮特别的，那不就是宗教练吗？没有宗教练他的好处是他其实有一些观察的敏锐度，可是他这个人比较脱缰野马，也不是，他比较容易从比赛的负面去着手。哦，简单来讲就是说棒球比赛是这样嘛，比如说中继投手我是打者，对，我们总有一个输赢，那这个 play 结束之后你也可以讲好的，也可以讲坏的，他永远都看坏的，就简单讲就是他是这样的人，或者是他大概五分之四看坏的，五分之一讲好的，对对对，差不多是的，对不对？你下次仔细听庄老师讲的，就是他也不是，就他的个性跟他看球赛的点就是在比较要改正缺点的那个部分，算传统派的了。哦，对对对，因为他是比较像教练的身份，他有讲嘛，明明就是不好，我还要说你好。哦，对对对对，他就阿强那个。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
以中职来讲，这个通哥也知道，因为都主客场分，所以有一些球评都是主场找的，所以现在几乎都要比较，说真的，讲好听叫讲正面的，讲不好听就是歌功颂德，就是会一直围、嗯、对，因为你的老板变成是这个球队这支球队，对对，这个就是但我也觉得很正常，那观众也慢慢就习惯，就说他现在也开始就说你也不用给我公平公正，所以现在一定要偏，你现在不偏也是死。好，这个团长可能不敢讲，那我来讲，就是这个就前功啊。哦，所以大家今年很怀念他，就是他没有，就是没有再找他，大家就觉得有点气嘛。这是一个普通的飞球。我跟你讲，基本上哦，十年前我对这种事，我也会觉得啊，这样播好吗？就是我这几年我觉得非常需要这样播。如果有一天我是这种 freelancer， 我是他们这样哦特聘的，我跟你讲，我偏的更严重。什么普通费，我就骂到骂那个球，骂到那个球。这合理嘛，对不对？因为坦白讲，他是你干爹，他干爹出钱叫你来播，叫你公正、公平、公开，是开什么玩笑？我觉得不合理，好需要干爹哦。对哦，我知道，我知道。干爹现在如果有干爹的话，我也可以都照他那一个，趁机宣传一下。对，我也可以很偏哦。所以，是是是。那这样的话，这边通过要喝点水啊。喝水、啊，好不用了，等一下、嗯，就是那个我随便问的，你还当真呢、欸？就是那个团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问一个东西，嗯、因为我刚刚就很多都讲到网络上的东西，那个我知道团长是不喜欢自己的文章或什么被转到 PPT 去、哦，所以团其实现在不会，现在好想。现在有自媒体，巴不得他们动不动就转，你知道吗？人会变，我跟你讲，我就是与时俱进。团长其实很跟呢、欸，因为我就人要有弹性。你问以前是、欸、以前坦白讲，我也没自媒体，嗯，然后你把我，比如说转播里面一句话断章取义，然后造成我的困扰，我看了我也不爽。对啊，现在无所谓，现在我影片，欸、你要讲那很多人点，我还可以赚点小钱，OK 啊。他赚得到，但我只是不好意思去 PDD 对，你去发文，我觉得会引起一阵骚动，或者或者发的最后还不是来了？对对对，没有，人家就说哟，你又来蹭我们 PDD 这个东西，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好了，我应该会把这一集转到 PDD 去。你要帮我的，但是坦白讲，我的铁粉也都算是好不好？我的铁粉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有。那个有一部电影叫什么什么三百壮士、哦、就是向心力很高，对对对，温泉关那你知道吗？他们三百可以挡几万人那种十万大军，对軍，所以我那个钱没有白花了，没有、欸哦、没有没有没有没花钱没花钱 哦你说 PTT 哦，对啊，你会很在意上面的，因为大家其实常上面在会讲说什么最喜欢哪个转播组合啊、哦、有或是说什么最喜欢哪个球品啊，对啊，很在意很在意，我觉得齁我是这样觉得，但我这个行业包括 Podcast 有一些专门访问网红的节目、嗯、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你们也讨论过嘛、嗯、对不对、嗯、我记得你们也讨论过、就什么你要不喜欢看哪个留言啊什么，对，但我会觉得我现在的想法是，我如果此时此刻现在这个状况，像我现在很高兴、嗯、我看再读的我都 OK、哦、但是我如果当天心情之后我就不会看，我会分、哦、我会分、哦、那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讲，坦白讲那个也算是某种声量，有人讨论你表示你是个咖，那现在我们其实因为平台也多了嘛，以前我们未来恶霸独占，对不对？其他台都很少转，那我们现在好多台好多主播，可是讲比较难听一点，但也是事实，有些主播你叫不出名字，或者有些球评你不知道他是谁、欸、对，那其实是我觉得有点悲哀了、嗯、就是说要也不能讲悲哀，就是你要再加油，但也不是说、嗯你为了让大家知道你就开始找骂哀，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人家还找骂得出你的名字，对、啊、就是那还算是你是个人物、啊、你在推文一直出现表示说其实你是一个在观众心中有一个你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的，是是是、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共勉之共勉之，很少人骂你啊，都讲你好的、啊、都通哥通哥的，其实很多人其实也是蛮多人会来喷我的、啊嗯、没关系，你有那个你有秘密武器，嗯，他叫他露半个眼睛这样，不行，慢慢开始，然后下一次整张都遮住，就然后下一次轮周解锁，然后下一次周董，没有人要看我了，都要看中继投手。之前看到那个、嗯、那个、嗯、那个迷你
迷你哥有去那个阻止那个秋萍，所以我叫他不要再讲、阻止柯克中了，柯克中，柯克中，对对对，国家为我做了什么？那那都还是现在 YouTube 热门影片，每次都会被人家再翻出来用一次。可是我觉得看最多的一定都还是那个、啊、金州灿烈的照啊！啊，对对对，也是。可是我后来发觉哈、哦，想想那个以前的那些热门影片，现在根本都没什么了不起。就是现在他要讲，我就让他继续讲，我不阻止他。你别讲，欢迎我，欢迎我搞共。不是，因为柯克中，我觉得有一些真的很。但是你讲那个金州灿烈的照了，或者是一些那种比较亏的，现在让我播，我也不会再这样播。我觉得有时空环境有改变了，就是哦，就没有，当然那样播还没有那么紧张。哎、欸，我觉得也是时代有在改变，但是我觉得啦，就说这样播应该还是大家会很爽。嗯，你如果完全不顾任何其他的想法，因为这样播，反正你就是奚落韩国人，对，而且韩国人的事情我也懂很多，讲一定都刺到。但问题是说，我觉得不用这样播了，而且人家，当然我其实是被韩团收买了，因为 我可以理解那些妹妹对我也不错啊，常常是赛前我的最佳凉拌。我懂，我懂，你了解了。那你最喜欢哪个团？韩团女的。男的，你不要给 BTS 哦，生气哦。我其实啊，他喜欢几个，我知道中间头有喜欢几个，你都是男团嘛。我喜欢 Big Bang。哦、oh, ，OK OK， 因为现在没有 Big， 没有没有概念，没有现在没有 Big Bang， 就用911。911啊，吃死吧你！没有，每次那个韩国音乐节目一到男团我就跳走了，我就去做别的事。你知道我喜欢 Twice， 我会看 Black Pink 是吗？啊、oh, ，Black Pink。Twice， 还有之前那一个看起来像数学公式那一个哦、oh, ，F of X， 对，那一个哇，那很久以前嘞、欸，真假的？那个是不是已经解散了？那个都没解散了，那个大家都已经解散了，解散了，其中有一个还那个有一个自杀了是吗？嗯、对啊。现在喜欢 F of X， 那个不错吧？哇，那是因为数学还小吧？对啊，你数学那么烂，你竟然喜欢一个数学公式女团、哦、？OK OK， 那个大学的时候了吧？对，差不多。对啊。啊，我那个，我趁现这个时候，这不要生气哦。我要趁这个时候问，这是我那个口条很好的学弟，我、嗯、因为他很懂棒球。现在开始录了没有？到底没有？有在录。他那个学弟很懂棒球，然后我那时候就问他说：“哎、欸，我要访问蔡明理，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嗯、是，他就说想一下，然后他就问说你什么时候要跟徐展元和解？我今天已经阻止过他，不要问这题。他已经阻止过我好几次。不会，不会，大部分都问我什么时候跟和解，不会和解。曾文成啦、啊，真的，他就问这两个问题，他就问你什么时候跟徐展元和解，你什么时候跟曾文成和解？这怎么感觉好像他们以前是跟我谈过恋爱的，然后轰轰烈烈的那种演艺圈的那种像名家之后，对，我是觉得啦，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啦。那有缘在一起，没缘就分开，大家就也不强求什么这样，也强求不来啦，也强求不来。而且，我觉得媒体很喜欢，就是这些同业，其实也不是恶意啦。有些时候他们就是反正就会特别再写到一下。但是其实对当事者看了，应该都不会太愉快。这是真的。对，就是哦，比如说什么什么比赛。哦，这个未来又不打算找谁，那他看了他一定会对你可能对你可能打电话邀他，他搞不好更不愿意，他会觉得说、嗯、哇，都已经对给我讲那么难听、嗯、哦等等，所以就算了，对，所以都是记者害的啦，就是也没有什么，其实也没有那么 对，而且早晚给他致命一击啦，太可怕了吧，只要他不要惹我的话啦。你难道不是有仇报仇的那种人吗？没有，就是我没有想到会听到这么直接的。对啊，但那个 moment 还没出现，所以先暂时还让他苟活、啊欸。这是我自己要问你，不要迁怒到他了。你不要回去说妈钟子通设局给我跳啊！没有，不是你们这个题目基本上很多就是跳的、啊。好、啊，有吗？有吗？好了，有吗？哎、欸，我准备半天，你不照顺序问，真的是很气呢、欸。抱歉，抱歉，抱歉。明宇哥要生气。对啊，而且我觉得最瞎是后面这个补充的，这种都是直棒，还要谈这个很烦的、欸。胡金龙，神经病啊！我在讲胡金，我来中指通节目谈什么胡金龙啦？胡弟四将、哦，我黑金龙，我可以还跟你谈的胡金龙。哦，昏倒，我笑疯了。
干嘛？啊，开始录了，早就开始录了，好不好？早就录影已经开始了，早就开始了，早就录了，操！好吧，所以刚刚小黑跟天听踢笑回去剪，不知道怎么剪，他很可怕、欸，他们就都不都不出声了，没在怕的啦。他们就有讲了，好不好？他们有跟我讲，刚刚就有讲，所以已经开始。那个你们这个小团队做后置特效的是小黑还是天听呢、啊？他们都会，他们一起，他们两个都有。啊，麻烦帮我弄一个老虎脸，整场然后帮我变身。你整你想要这样，我早知道我就带我那个旧的来，旧的吗？就带一年先不要、啊、我好像听过你们节目那个应该没有人超瘦跟榴莲一样不是吗我也都是这样子拿的对啊拿都用指甲去掐住那个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刚才中继头是很那个很细心的拿那个通哥的面具这样给他很专业很啊真的不是你们带俊因为带俊的我这样说不算暴雷暴雷你们对他来说是带俊的带俊那这边就想要问一下说团长例如说你会在比赛的时候，你若播报的时候跟球评，你产生意见相分歧，就是发现说你们感觉火药味越来越重的时候，你通常都怎么化解？其实以前可能都会顺着这些老师啦。哦，那随着我当然现在也变那种妖怪。就有些时候我就会反抗因为比赛没有比赛有些时候他的面向本来就很多对啊那有些球评他会用他的想法去解读那有些球评比较厉害的他其实是会钻进那一个球队的总教练的脑袋或者那个选手的脑袋去解读、啊、那这个就不一样意思、哦、对 就是这样那而且就说坦白讲有些时候我们评论或什么有时候也是在猜嗯、那我就觉得他猜的真的抹脱脸啦不可能啦那以前可能会比较完整现在我就随、啊、便反正现在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看球赛口味也比较重大家可以比较直球对决、哦、不用像以前就是哎好像老师你好不用了我觉得不用 我不用了现在其实我觉得这几年看球那个聊的气氛其实真的轻松很多不聊也不行、哦、因为中止打太久真的啊很多人就说哇你又在嘴不是我讲真的的我常好不然我来看你叫那以前播美职的友台哦真的哦那解散的友台那些人来播我看他们会哭会踢笑会他们中间会想哇这时候是该怎么办怎么投下一球之前又有三十秒空档我要做什么我要讲什么所以我们是造就在这种淬炼之下的你知道吗真的很辛苦真的所以有点像是已经变成是在说相声的概念就因为我们的节奏一定要嘴啊，通哥就常啊，你是爪迷嘛，很慢啊，慢到真的。哎、欸，没有，克力士那时候很快啊，那很少。克力士跟陈奕迅很快，那很少，好不好？近大概快十年没有快过。克力士一摸到球就直接就。现在很少，现在很少这种。那团长，你有没有那个讲到比赛时间很长、哦？那如果以团长的观点来看的话，你觉得有没有比赛加速的方式？哦，我以为你要问我转播最长的一场比赛，我有特别去查资料，真的、哦？对对对，因为中华职棒有编号，你知道，我还特别去查卡号，对 ，SDMT 127啦，这番号，番号，我刚刚还看啊，哪里翻？没有，我刚刚在想，那一场是日本投手主投的啦，啊，日本投手，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川本英雄。川本英雄，对他主投十小时的那场比赛，十小时没有，没有啦，我乱讲。十小时应该手臂已经报废了吧？这整队是不是野手也都下来投了？哎、欸，我居然可以讲到你没有办法完全领悟过来的，好吧？大家可以，所以这个就是番号嘛 ，SDMT 127，哦，算是对，哦，这是算番号，这就是番号，这就是骗子的号码。然后他可以做什么用？搜寻比较快，搜寻比较快。哦，因为你可能例如说这时候底下一个人那个你的铁粉说啊卖 gay 啊啦还在装不知道番号是不是他这个趁这个时候科普一下很多人都还是问说番号我要怎么使用还是怎么样他在例如说像番子啊或是那些入口网站他去搜寻的话因为很多片它是一个系列嘛、嗯、可能这 A 女优有演过 B 女优有演过然后他片名是一样的嗯、那我在找的时候其实、啊、也有可能就是干、啊、我不懂日文那、啊、我怎么找、哦、怎么输入用输入对我英文字母就一定好了、嗯啊哦、这个番号它就是每一部片就只有一个所以它就这样子去找算是 AV 的摩斯密码就对对对对搜寻这个就会变得很方便、嗯嗯嗯、所以你刚才本来问我
比赛的事情吗？对，比较你不要好像很不爽的，我不想听。比较久的是不是？还是比较特别的比赛吧？都可以，都可以那个。其实哇，我是记性很差的人，所以我以前譬如说去一些地方演讲啊，很多学生朋友都说啊，蔡主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比赛？什么觉得最好看的比赛？昨天那场比赛？没有没有没有，我有时候连如果昨天的比赛很精彩，因为会高潮，会你知道高潮就会高潮说疲乏，然后脑子就会脑筋一片空白，什么疲乏是什么东西？不是啊，因为你很爽之后，然后就。很累，也算是圣人模式，就进入圣人模式。所以我其实很多人跟我讲说，哎，你哪个比赛是你播的、啊？比如说有些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怎么样？我全忘光了。再见高志、啊，又是高志刚、哦。那个当然大家一直提的那个没办法，就會那个会记得。但是大家一直讲到，被人家提到记得，那是一定会讲到。但是有一些比赛，尤其甚至于国际还蛮大的比赛，大家说，哎、欸，那是你播的？我说啊，真的还假的？我都忘。那但是我觉得忘好处比较多，嗯，因为。比较不会被束缚住，也不是，因为中华队让你恨的时候比较多。团长，你活力全开，不是，这是事实，就是他让你像又是高志刚那样的比赛少之又少、哦，他大部分都让你怼心瓜，什么四海游龙啊、哦、什么的。那你记，那我就觉得有一些乡民网友酸民很可怜，脑子里一直记住这些不快乐的事情，然后动不动就翻出来，然后或者偶尔在那边自爽说啊，这个是谁谁谁也打过谁的全垒打，他、啊、打过全垒打又怎样？还不是那场又输掉，有什么用？那我会觉得不好的就不用记了，好的也没关系了，反正就过去就过去。真的啦，我是讲真的。爪迷啊，爪迷七年，但是你七年六亚、那个、没有，你就特别痛苦，因为你记性特别好。他记性正常。对啊，我知道，我知道，真的很可怕。那我就是因为这样才变那个混乱邪恶的球迷啊！就是我后来就想说，这么认真干嘛？就都。直接用酸的、啊、就酸那些人比较快乐这样子，对，开酸比较哦，心情一点负担都没有。你好我也酸，你烂我也酸。是是是是，像大谷翔平，就算打得好，也可以笑死他这样子。对对对，算你狠，算你狠。如果团长对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其实是不多的话，那这样的话，没有。有一次我讲一个比较特别的，有一次哦。我平常会开车北部的地方，我都会开车去球场。有些时候人就是会有那墨菲定律，会衰小，你知道？那一场我就刚好没开新庄，我就没有开车去。我想、啊、没差嘛，比赛了不起十一点多，很晚了吧？六、点半嘛，总有捷运什么。那天好不死不死，就是那么唯一的一次没有开车去，打到跨夜。哎，我跟你讲，这还不是人生最悲剧哦。跨夜之后。只剩计程车可以回去，对不对？好不容易，因为那擅长的人也很多，我还走很远，好不容易拦到计程车，上去，悲剧就来、啊。他可能，我猜那个车应该都是开很晚的，对、里面那个烟味，哦，我真会吐、欸、我还以为他坐地起价，也没有，是没有，但是我应该不会这么急，我真的疯掉那一路，我想说，哇天哪、啊，那个真的那真的，你又不能这个时候才说，哎、欸，我不想做这个，不太好意思啦，啊、是很想啦，很想，但是就这样，所以那一场我印象蛮深刻，但是那个是痛苦的，那个跟比赛本身无关，对，比赛是什么，我就不知，我们忘掉了。哎、欸，其实我这个时候突然那个团长讲到这个，我其实蛮好奇，就是团长如果开车去球场的话，会有专属的停车位吗？哎、欸，没有啦，但是我们记者的位置应该，我只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我干嘛专属停车位啦？我以为会有那个当天的主播专用的停车位，这样子给他们。就一区写蔡明理，对啊，我不是说团长专用啊，我是说，例如说给当天的主播球评停的位置。那停车位要不要画个轮椅？哎，要不要画个团啦？不是啦，我讲错了。没有没有啦，没有就一般，就是一媒体用的。而且这几年我们只剩。爪队的球赛场根本只要去都是要去洲际，根本只能搭就是一般车，就是没有再开车去那么远的地方。对对对，你对我们这个行业有太多幻想了，什么车位你想太多了。我想说会有当天主播专用的车位，我真的我是平易近人，我不搞这种特权的。哦，所以会有别人搞特权？啊、有可能哎，你才在掉，好坏。我就是负责在钓的那个人、啊、那这个时候还是要不免俗的问一下、因为魏全龙回来了嘛，团长的心情可不可以跟我们
阐述一下是怎么样的心情。欸、我原本还蛮平静的，但是我上个礼拜去播那个龙象大战，我才觉得蛮、欸、爽的。哦，又有那种就不是就是哪一边赢我都蛮爽的。哦，龙象，对，我第一次发觉说，啊、哎呦，这还蛮开心的，真的是对，很神奇哎、欸，真的是龙爪皮龙爪皮龙骨，就是真的是爪皮龙骨。对啊，龙发觉，哎呦这边哎呦红色的血，这边黄色的，串像生化人，爽的哇！对啊，哪边赢我都开心。对对，有这种感觉，可是哦，那年轻的话可能就不会，年轻的话可能你说就都很气这样子。解散之前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我跟你讲，所以时代变化太大，以前我们。转播人员不可以告知你的喜好啊！真的，第一代、第二代开始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像现在几乎摆明就是我，我就是支持抓抓点，我支持。对对对对对，以前根本不可，以前你就算不讲，观众都还有那时候的球迷都非常的敏感哦。对，就是你根本不能，就是你不偏，完全不能偏。对对，你不偏，他都觉得你很偏。以前是这样的时代，就是所以以前我龙迷根本。只有到那个解散大游行，大家才知道我你是龙迷。对对对，之前我隐藏了，你知道吗？多好，就像间谍一样隐藏自己的身份，默默的潜伏。这样，你干嘛啦？笑三笑，真的啦。哦，所以以前是到这么哦。可能那个时候球迷真的都比较，以前也没有主客场嘛。哦，对啊，我讲全国主场。我举个例子，以前那个现场观众都一半一半嘛，嗯，就是那种校正型的看球，不像现在是全部主场。那以前那个现场的喇叭，那个铁喇叭，又听不太清楚。嗯，然后呢，那时候很，我一开始在联盟的播报组，那我们有个工作是现场的播音，嗯，就是播音就是钟子通。你妈妈叫你赶快回家，就你知道这种。我钟子通，你的车挡在门口，赶快给我移一下。就是现场的、那个、现场广播的服务。那有些时候也会讲到一下比赛嘛。哦，中继投手刚才投两局掉两分，哦退场，现在换成周董。嗯。那时候我的同事求好心切，嗯，我记得他就多讲了几句。嗯。哎，有人上来踹门呢、欸。这么凶？对啊。超凶。是哪一队的？他可能就是我讲一个，你们看球应该通哥应该知道，就是。什么前一局有精彩守备的，下一局会第一个上来打。哦、我们是有一个这种都市传说，故意喜欢这样讲。他大概就是讲类似的。嗯，哦，就被踹门呢，气不不呢，不敢开门呢。是哪一队的球迷、啊？解散的，解散跟这个有关的，解散的。哎、欸，什么跟这个有关？三开头的吗？很生气，很生气，真的很生气。我踹中，哎、欸，不是、欸，怎么会有啊？怎么会有？没有，那刚好就是。比如说接下来发展的情节对他们那队不利，他就觉得说、哦、一定就是你对你带赛，你故意讲这个咒我们的球队，他就上来生、欸、以前这种很激情的、欸这个其实现在不会发生了，现在不会发生，这个其实现在是变到网络上，这个时候要讲一下，这个是之前那个发生在 Josh 那边的事情、嗯、因为大家不是都说 Josh 他讲什么就会反就是会反过来这样子，但是他也蛮不是，因为他好像就是他讲一个年轻球员，结果不知道是他的粉丝还是什么、嗯、就是直接去私讯 Josh 说什么、哦、不好意思可以请你把这个影片撤掉吗，因为这会可能会影响到那个球员。我那时候也看到，我就想说杀小啊，那不就还好，我都没有在带赛女优的，对不对？就你一点到米哈隔天就对啊，他就隐退了。这会不会下次我在讲我在列精选的时候，然后就直接有粉丝那寄信来说，哎、欸，钟总可不可以麻烦你不要再讲到这个女优，说不定他明天就隐退。我就三月精选，然后挂号即将隐退。对啊，我就说干过屁事哦，类似这种情况、哦，所以球场上的迷信其实还是不少哎、欸。对 对，不过你讲没错，现在可能都发泄在网络上。对啊，现在都直接大家也会把它当梗吧，我会觉得都无所谓、啊。也有人一段时间都说我是反指标什么，但我觉得我还好啦。对、啊，团长真的还好。那而且那个台南教训，因为前一阵有来我们公司、欸，我是很认真的私下问他说，我这个是问题是白问的啦、嗯，我其实是知道答案。我说你在猜的时候，在预测，你都是专业认真的，对不对？嗯。他说：“当然啊，当然了，对对，就是说他并不会去市场的所好，故意去压一个反面的。对对对对，比如说这一队就冷门，他就故意讲那样子，反而大家会说啊，马上会中。那我觉得那样子的
都市传说才会真的成为传说，对了，因为他是认真的分析，他是认真才会红，对，市场上也有，我不好意思讲他的名字了哈，什么爷的，然后那他后来我觉得有一点点为了满足大家对他反指标，他就直接反着下这样子了，就不准了，那个神功就没有再护体了，那个灵感就跑掉，我自己的对这个事情的观察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要随便那个哦，不会不会不会，不要随便诅咒女优，不会不会不会，我都那个推荐作品而已，是是是，了解，女优要隐退是自己的规划，对，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很想问的，哎，是，就是因为其实团长之前有提到说他有听我们 podcast 啊，对，然后他是因为我们第一集嘛，第一集留下来的，第一集为什么？我完全因为我听的节目，我觉得我应该是台湾听最多的人之一了，大大小小我都会听。但是人家问我说，那你什么节目最喜欢？我不喜欢，我比较不太喜欢的是那种比较心灵鸡汤的啊，跟就是太震惊的，太正面的、就是、听起来听久了会很腻。对，那另外就是教学类的，我如果不需要，像什么教英文的，我没有需要，我就不用去听。其他的我都会听。那所以我说这个缘分就来自于你们的第一集。那我想说，我一开始也想说，哎呦，这什么叫中子通？那我就反正我都会试啦，只要有，尤其有进到前两百名，你们曾经有过啦，对对，曾经有过，曾经有过，我还曾经二十名呢、欸，我开玩笑，我开玩笑，我有把那个截图下来，截图只是像那个流星，你知道吗？就没了，丢二十，跟比特币一样，一大堆排名很差的，还在外面教课。我说这些人真的是，我二十名都没有出来教课。好，回到第一集，我听哈，我其实是有点这个，当然好笑之外啦。因为一个被害者把自己的事情讲得那么好笑，也是不容易，视讯诈骗，对不对？居然又跟警察甲又回顾这一段，我就觉得说其实其实蛮有意思。我已经看开了，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是，很多社会的诈骗或者有一些受害的情节，因为基于尺度，或者是社会的给声，不敢讲的太仔细，其实根本没有达到宣传的效果。对。也就是说、因为我听那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是说哦，虽然我并不会对着镜头 你知道吗、也会啦，镜头我会贴响，因为我是看片子嘛，对不对？好，但这不重要，没有，因为很多事情像譬如说这种视讯诈骗，你看到我们一般、平常大众媒体的报道就是会劝的就是啊，小心啊，不要买点数，或者是讲一些义正言辞啊，不要随便什么什么，都很空泛，小心什么，到底要小心什么？那你讲的还蛮仔细，我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我就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你真的发生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哦，这真的一定要对。但我觉得你这个分享其实应该是可以，才能真正的去救到很多人。团长，你知道吗？我们原本这一集是难产的。哦，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分享。真的吗？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去说服他。你会不会是欲拒还迎？没有没有，因为其实很想分享。这个真的很，因为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我整个已经紧张到快要起笑，因为我就觉得说，可是那时候刚好也有好几个嘛，就是运动的明星也刚好，社会新闻也有。哦，对，我们那时候分享的时候。对对，那时候是这样。但我是觉得，你看他们讲这个东西，你顶多就是啊，什么青少年血气方刚啊，要注意啊是要注意什么？对，就是注意你的。根本，而且现在一只手机，什么状况都来得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没有用。你整包就是呈现在那个，哇，那真的，你整包呈现在对方的，就是对方传那个影片给你看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干得那么丑那个表情，我现在在想起来，我那时候想说，你不是看着说，哎、欸，这个跟我有点像，我一看就知道，那个时候是一看我就知道啊，错赛，那没有，我就中计了，没有戴面具，当然没有，哦好好，戴面具就没差了，我戴面具我就继续那个、啊，对我那时候就已经，所以之后我就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这样才后面才知道。有影片，可是影片我老实讲，我还是真的是看的很少，偶尔听一听啦、啊，因为你讲的蛮好笑，而且市场上有几个，他们应该是比较字正腔圆的那种同行啊，对，那个我不太能接受。星期天吗？然后有些好像是，我觉得他那个是用电脑语音的，啊就是、也有，他是那个字幕输入，然后用电脑语音的女性的那个在介绍，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不太，就是你们虽然都是
做这个介绍，但是我觉得你这个 style 应该接受的人比较高。这个其实有那个外一张啊，因为我那时候在录制的时候，其实我最早的节目我原本想说我就写文案，然后念的东西我就想要找，说那个时候我想过说找中继投手或是其他我认识的女生来帮我念。我想说女生那有试过吗？是可以试啊。我其实有一集是我那一集周董特辑，没有没有，我那中继投手特辑，我那一集我有一集喉咙痛，我那时候就找中继投手来那个帮我录音，结果那一集下面留言全都说还是喜欢那个油腻的声音，真的下面留言超好笑，留言全部都说总觉得这个给听女生在介绍这就不太对劲啊。我以为我在看巴哈电玩风。对 对, 對，他们都以为他是电玩风的主持人。Oh, OK OK OK。然后所以你们真的有试过就对了。对，然后他就一直诋毁我，他就觉得我没有。但你们的 Podcast 因为我都听得真的够仔细。嗯。那我一度有两集没有听完而已。哦，哪两集？我印象都还记得。哪两集？拉面的。团长不吃拉面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很常去日本。但是日本好吃的东西太多，拉面，坦白讲，我基本上觉得还好。嗯嗯嗯。然后，像大阪，我只去吃一家叫神作，就在金龙。神作很差吗？没事，没有，神作就是他最喜欢的油腻系的相反，对不对？他比较清淡，清淡那个。可是他在清淡，也不算太好吗？啊，就是团长之后有机会去，你要带领我进入真正拉面。看你，他就会看你是拉面，或是要去刚刚我们洗个干净的澡。哦，可能吃完就会全身油腻，去洗干净一下。自己不能让夫人不是，那可以请中继头把我太太支开。我带她去逛街，就你们去池袋逛街就好了。对对对对，对拉，所以拉面，那我后来还是听完了啦，就是。因为你们有时候发片也慢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跟对我就想啊，好吧，我就往后听也 OK 啦，听听拉面。还有一集你们猜得到吗？全集也是比较前面的，全集格斗的那集啊，有一集我本来快听不完，介绍那个电玩的哦 PS5 因为我发觉这个新媒体的人啊，跟至少跟我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发觉你们都有在玩这些东西，手游也好，PS4 啊，什么 PS5 啊，这些。那我坦白讲，我是那个以前单机版，你知道单机版这种东西，对那个时代的。后来中间就有空白。那、你们讲的眉飞色舞，但后来我发觉，你讲一讲，我也还蛮想玩那个游戏的。我下一集帮团长介绍《仙剑奇侠传》，大富翁是单没有。我跟你讲，那个洛克人 X 那个我也没有。我讲的是更早期那种，红白机那种乒乓。不是，就是什么大航海时代，但它是单机版，它没有上网。对、哦、大航海时代。然后还有那个，还会有人告诉你那个什么什么梁实佑，对，没有那个 bug 可以拿到青龙偃月刀，然后地窖，对对对，还几点几分进商店可以拿到什么叫？对对对、对，后来我就没有玩，但那集我后来还是听完。那我唯一差一点没听完就是租房子那个，租房子的那一集，因为你前面应该有十分钟都在讨论那个鹅有多大只，差不多吧，就是我在想说昆虫啊，昆虫是被勾瓦固，但是这么大，我还好，对，你看趴开始我都看不到画面，大概这么大，好大，它都停在我们，你确定不是蝴蝶吗？不是鹅，但是后面还好我有听，因为后面讲到恐怖的，我就觉得哇，这个好精彩。但是我猜那一集我不知道听的人会不会中间就断了，因为如果是倒过来应该是就很棒这样子，对对哦，下次其他的我都有听完了，都我基本上比较喜欢你们的就是聊本业以外的东西，就是一些什么澎湖美食啦，这些分享，然后偶尔在又不小心你们又职业病又犯了，聊色又插进来，就我觉得我这个比重是我在 Podcast 比较喜欢的。团长如果想要澎湖美食的话，你不是讲说只要看那个什么介绍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啊？可是你也是有一些当地人才会吃的东西、是，好，因为像烧肉饭油到本台湾人根本不会去吃那个。这种要介绍给我，对，诋毁，我这时候就诋毁，我就吃神作的，你叫我去吃什么很油腻的？那这样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说，团长是比较喜欢看，会比较喜欢听那种
灵异相关的东西的吗？也一个一个阶段呢，我早期我都会去租那个什么十三号星期五，就是我有点，现在我坦白讲，我有点不太敢看恐怖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有点转变这样子。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以前我有段时间非常疯狂的喜欢看这种，子通以前也是恐怖片吗？对，还过得去，就砍砍杀杀那样，就很喜欢那样，就是那种人肉叉烧包。你们那天港剧在聊那对那个血腥的我不会怕，但是鬼的我很怕。哦，鬼的你很怕，就是那种爱不爱看？不会，因为我看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眼睛就这样。OK， 就是那个气氛在来的时候。其实我鬼片是这样子，我后来发觉哦，我本来有要录一集 podcast 谈鬼片的，我有做一些真，现在小超没带。我后来发觉哦，鬼片其实最好不怕的方法，假设要继续看了、啊嗯，你知道是什么？什么？声音关掉。这是真的。我 YouTube 它的音效是占非常重要的比例。我 YouTube 我也是都把音效关掉，然后这样。哦，因为我有时候运动的时候我会看，就是反正选一些电影来看，然后有时候会选鬼片嘛。那刚好，那健身房有时候隔壁有人，就没戴耳机，我把声音关掉，我想靠腰这什么鬼片，那没看过。但事实上，鬼片我觉得啦，最恐怖的鬼。通哥应该有感，大家应该有感，看不到那比较恐怖。哦，对，就是始终很早期有一些类型，现在这种比较少，现在几乎都要什么僵尸啊什么，那其实我觉得还好。嗯嗯，那种始终就是看不到无形鬼，有一点无形。对，他从头到尾都不要出现，我觉得那最恐怖。哦，有一集忐忑、就是、吗？有一部那个丹佐华盛顿的电影，反正那一部电影就是他的鬼是会一直附身。哦，这种就是你杀不死、啊、这就是你杀到他，他就直接再跳到下一个人，跳到下一个人，然后他最后，干，我想要直接爆雷，因为他一直这样子跳，你不知道他是谁是杀人犯，谁是怎么样，然后就到最后，啊、就是主角丹佐华盛顿，他也被那个人陷害、嗯，就是说他自己也被怀疑是杀人凶手，然后他最后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引那个鬼到一个。没有人的房子、啊、然后自己先吸毒烟哦，等于是牺牲自己来，对对对，先然后把他打死，然后他附身到我身上，我也对我也死了、哦，可是到最后旁边跑一只猫过来，哦，又附身到猫身上，然后就开放式结局。那我问一个问题可以吗？你们本业的好像也有这种的片子，对不对？有有有，那种附身的那种都是会搞到比较好笑，还是都是好笑的？哦，就会比较搞笑，就是、我没有看过恐怖的，我没有看到真正恐怖的 A 片。哦、OK OK， 就是会弄到其实还蛮好笑对对。对，恐怖的 A 片都是另外一种层面的恐怖了，造型太恐怖。对，那种 NYKD 五四、okay, okay. 团长知道吗？对，你们常讲这个，但我坦白，我始终没有。他其实就是两个那个双胞胎。很非常丰腴的阿嬤、啊、我真的五六十岁，我这我不行啊，对，就是这是另外一种，这就是我讲另外一种层面的恐怖，烧肉饭还油腻不行，比金龙拉面还要那个，你这样子，金龙拉面下次会告你，不会啦，他在大阪不会来，而且他一堆假店，他哪会来告我？对啊，那这样这个时候刚刚讲到这么大只的啊，我这个时候其实想要问。团长一个问题，嗯、就是团长，你觉得昆虫是动物？干，我知道。昆虫算动物吗？团长你觉得？昆虫算动物、欸？你们好像有讨节目里有讨论过这个，对，很烦、欸欸、对哦，算生物啦。对啊，昆虫就生物，就不是生物。生物里面有动物跟植物，那昆虫算在哪一种？昆虫如果这样分类，那只能叫动物，可以吗？昆虫就是动物啊，那就动物了。中继头的坚持是什么？他就说他是跟动物不一样，昆虫就是昆虫，它不是动物。哦，他说 有些昆虫也很富含蛋白质，那应该跟一般跟他就说昆虫，他就说有毛的才是动物。你干嘛这么执着在这些问题上面啦？我一定要借由一些外界的专业人士，但我不要，他就不信我、啊，他不信我啊，然、哦、后、啊、他就觉得说我公信力不够，那我这时候团长。哦对，就是被认证的。对不起，周记头，对不起。有毛的才是动物，这你们敢？你们敢听这种言论？下面留言给我刷起来。留言刷屁刷。人家到节目到最后，团长有没有想要问我们什么问题？哦，好啊，那我问你，就是我不知道你的世代有经历过那个录影带出租店是有小房间的，有吗？哦，有啊，我会去啊。哦哦
哦，不是啊，那个你会去？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不是那你去我就挤不进去，小房间太小。那种 DVD 就是、哦、有啊，也有对、啊、会、啊、所以你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因为我觉得现在以为都是在网络上，就是你们有我有去逛过那种小店，其实有一种别致的，就是你知道最好，因为他那个房间大概就是蛮小、嗯，然后大概可以，然后会有货架，就是 DVD 的货架、嗯，然后就是影片，然后就是会有。进去的经验就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大概是应该是成年的啦、嗯、对我这时候应该讲就是那个时候成年可是我旁边就是就欲盖弥彰旁边还有谁管你有没有成年有出就好了旁边还有五六个中年人然后我觉得里面年纪最小然后我当时心里面其实就在想说这个房间里面气氛真的他妈有够诡异就是大家都不讲话绷着一张脸在那边翻一堆女优的片子、啊，然后我也，对，所以这就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私讯你好像问，就是应该我也是帮大家问，就是我们有时候到日本，那你常常讲说我们要支持这些这个产业的买一些正版的，那买回来我到底在台湾的海关会不会被扣留？你不要买到说两个行李箱里面全都、哦、，OK， 那假设买一定的数量，不要太多。都没什么问题啊。那他会不会刻意把你拿来？哦，钟先生，这一片是什么？不至于啦，这一片我也喜欢，真的不至于。只要是在日本买的合法的产品，量不要太离谱，都是你对什么中继头，你有买过吗？你有带进海？大概知道。而且他那些其实他给你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放在什么塑胶袋，然后你就说，就 DVD 就影片。你自己不要再带一些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你看起来比较正经一点。你不要海关的话，如果你们两位的话，他会先抓戴虎头面具。不要，就你轻松一点过去的话，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就是买片啊，回来干嘛就片啊、写真、漫画那些我都会买。嗯，啊，那些的话基本上就是不要太多，他都。也都对，都可以。不要到很夸张。你这是有看过法规还是你个人经验呢？你就要讲清，到时候都有，都有，哦、都有，都有看就对。我个人经验，我也有被那个，然后我就，那我他被他在那边打开，他在那边他翻一下说这个不错。没有没有没有，我塑胶我那个塑胶封膜都还没拆。哦、对，然后他就当做一般东西看过。嗯，对，对他来说其实没什么差别。了解，除非那个是。你那个封面是小孩子，那就有事哦。那种就是我懂，尤其是你到对，尤其是你到欧美的话就，一定会出事。你好像 FBI 带走。就我所知，欧美是你连电脑里面有资料都会出事。哦、对对，那个是比较夸张的。那我还可以再问你们问你们团队最后一个问题，请说，请说，你们有没有其实很想以真面目示人？没有，我还好，就都没有吗？他们两个都不会、欸、啊，我是。你真确定他们两个搞不好想，真的不想，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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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米老鼠要出现，带米老鼠啊什么头套这样，他是真的不会想，哇、哦、他不会想，那你呢？我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工作很不错、啊，我现在是因为其实知道我长什么样子的人也蛮多的，团长是其中一个嘛。对，我等下就出去就我要先讲不自杀宣言了、啊，我等下会被灭口。团长最后一支影片、哦、所以你们并不会太这个。我自己的话是因为说，我觉得目前的话，像我觉得这个虎面的象征意义，在这个节目已经变蛮重要的、啊、有一个效果出来就对了。对，我如果当初戴的是其他的摔角面具，那可能就是其他的摔角面具，嗯、就是不执着于这个，对这个样子。但因为他拿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肥仔、啊、，OK， 就没有特征的，而且。真面目不重要，干爹赶快来找你们比较重要，就干爹干妈赶快来找你们就对了。对啊、对对对，这方面是比较嗨嗨嗨。最后他怎样？最后要怎么？你在想说最后要怎么结尾？对，我现在在想最后怎么结尾。那让周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因为我的问题都是、哦、都在上面，都让他问。那他没有照这个，所以这是你列的问题吗？对对啊对啊对啊，那他没有按照这个顺序，没有关系，对你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很正常，因为我们 podcast 每一集差不多是这样子。对啊，我刚才看他还说，我说第九题，他还在那边给我第九题，哇，太离谱了。没有啊，就真的我要确认内容啊、哦。对啊，我不可能你直接讲第九题，我就哦就是那个，没有，讲的好像你有研究过题目一样。好，那团长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 YouTube 跟你的 podcast。
跟我们的观众、哦。我的 YouTube 就叫蔡明理团长，嗯，应该不会上这个节目之后就整个黄标，不会不会，YouTube 的演算法大神不会，除非你把除非你把这一片也上传在你的频道。我跟自己过不去啊！哎、欸，这样搞不好他那边是绿标，我们是红标，有可能你们不是已经是？哎、欸，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一集破纪录的？嗯，如果没有被黄标，嗯、这一集如果没有黄标的话，你就找我再来录一集，我们庆祝，好，好不 好, 好？我们庆祝吃拉面，我们就整集这边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吃油腻的，搞不好有机会哦，没问题。我搞不好在 YouTube 的演算法大神，我是分数是加100，你是负200，可能可以 minus 就是比较。好，我们就来看这一集会不会。对，我的 YouTube 就是蔡明理团长，讲棒球啦。那Podcast 的话，以后应该就比较不会讲棒球。对对对。那目前就是此次两边共用这样。所以两个都叫蔡明理团长。嗯。好，请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多多支持团长。对对对，请这个通哥的这个铁粉也给我一点这个鼓励啊。然后中秋节的时候再一起退战就好，好不好？退役？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这样的话，不是你的零头比我，你那个尾数都比我多好几倍，给他吸了。就是团长给我们的观众一些勉励的话，什么勉励？大家身体健康吗？我要勉。身体要练好哦，这个这蛮重要，才能在这个次文化当中好好的发挥。尤其是通哥介绍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好地方哦，听说都要重训练深蹲才能去那边发扬光大，就是会比较划算的。那是你讲的，那是你的，比去会比较划算，身体不然很累，身体健康比什么都还重要，但开心更重要了。听看通哥的节目就开心了。谢谢团长，是是，不敢不敢不敢。那非常感谢今天团长可以到现场，算是有史以来最跳痛的一个节目，最大咖的一个来宾，对，最大咖也是最跳痛的一个来宾了、啊。那真的再次非常感谢，谢谢团长，谢谢。到底是怎样？白痴啊，有点默契啊，算了啦，烦了、啊。感谢今天的收看，我是钟子通，我们下次见，拜拜。我是团长蔡明理，拜拜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影片的话，请务必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追踪最新影片，谢谢大家。啊啊！